心更重，留取担心有何用？爱的人只一条心，只听到一把声音，到最后免不了牺牲。看谁的心比谁轻，看谁的命比谁硬，踏上这一支长枪。是爱的金牌下来，颠覆了时代，风雨是不能同在，时间在比赛，就在这千里之外，朝代篡改，一个两个三个倒下来，汹涌澎湃，一个时代的活该，反复着感慨，血流成一片大海，无奈，千年后历史还在，我们是翻天覆地另一只蚂蚁，一滴尘埃。这个玉佩是你嫁妆的，还给。这个玉佩本来就是你的，是我给你的，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淡淡然，从第一天开始你就该知道我是爱你的。有了你这句话，我真的心满意足。铁心，你以后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以后再没有人给铁心做桂花糕吃了，再也没有人给铁心做醒脂燕窝，再也没有人跟铁心斗气了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在爱里是没可能赢的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还想。我还想和你在一起。剑双绝，但从来没人真的看过我舞剑，因为30年来我都没拿过剑了。今天为了你，我再拿起那把剑。自从我爹死了以后，我就再没有一个亲人了。如果连你也不要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。经此一役，阎铁心始至领导新一代豪侠，丰仪镇、平常、东郭仁、凤来仪跟扁素问，是要与秦桧的恶势力对抗，禁恶除奸。
快点呐！这，好了，让他歇一歇吧，别再逼他了，你那么重。喂，不是要赶路的吗？快到了，前面就是市集了。不歇了，要不哪有饭吃啊？休息一下了。嘿，我有办法。 你这个架子真是巧夺天工啊！一块木板四根柱子，柱子这么细，却可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啊！当然了，架子用的钢通过我的体重测试300多次，坚韧无比，厉害吧？脑子不笨啊！待会儿我请你吃顿好吃的。哦，你说的啊。 大哥，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呀？除了几位元老之外，谁也不知道我们来这儿。任何人都可能是接头人，了解任务之后就把他干掉。哎，客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本店出名的腊肠饭，您请尝一尝。东山神寺。 别说那么多，消灭。没问题。客官，这也是我们店有名的大烙饼，趁热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您慢用。再消灭。听你的。海鲜羹，客官请慢用。没有字啊。不管它，消灭了再说。取暖，东山神寺西墙取暖，什么意思啊？消灭。你让我吃锅？没问题。哎，客官，其实我们这最出名的是烤全羊。还吃啊？不过今天已经卖完了，两位要品尝的话，明天早点来，我给您备着。下次一定啊！慢走啊！东山神寺西墙取暖，取暖是什么意思呢？取暖就是取暖啊，这儿有柴枝，先生火。 元老们为什么把讯息安排得那么隐秘啊？秦桧为了掌控朝廷，蒙骗皇上，设立的情报网之大，搜罗的黑道高手之多，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如果消息外漏， 不光我们几个有危险，就连元老们也可能性命不保啊！这个我明白，我不明白的是，我们取暖已经一个多时辰了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看，这墙一受热，自就会现出来。哦，他们是用明矾融在水中写的，一受热自就会现出来。 真是高啊！铁心，这一次你要去保护一个人，此人名叫诸葛超明，是一名火器专家。他发明的一种叫神火飞鸦的火器，威力无比。如果落在秦桧手中，一定不会交给范振宇将军。我们要先他一步找到诸葛超明，小以大义，抢先取得神火飞鸦。万一落在敌人手上，就生灵涂炭。诸葛超明住在太湖边上，一个叫……怎么没有了？ 哦，可能是写好之后呢，这里塌了一小块啊，就重组不起来了，放上去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去找诸葛超明，你把这消灭了。我。哼。
不用你吃啊！哇，厉害厉害啊！把火弄大点，烧了这儿。好。 各位英雄豪杰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路过此地，方便而已，向大家说声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 你中了我的毒，除我之外无药可救。说，诸葛朝明在哪儿？我会告诉你，就不是阎铁心了。活人不见刀，刀出阎王刀，连刀都没有了，还嘴硬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刀？不可以有第二把吗？你想吓我？想见识一下，尽管来。 相信我找不到诸葛朝明，好功夫。不过我也不赖哦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你受伤了？不过还好，我有架子啊。 喂，你究竟有几把刀啊？要不要看看？说说而已嘛，我去拿架子。好厉害的毒掌！ 如果不是用内力封住经脉，早就没命了。你至少一个月不能运用真气，要静养。不行，我要赶到血蝙蝠之前找到诸葛朝明。派别人去吧。我去吧。
你弟不过血蝙蝠，他武功极高，又善用毒。我想找平常去。可是平常大哥也需要一个照应。这次任务很危险。当得豪侠的一份子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你经验不足，这一次不是吸取经验的好机会吗？ 过分的保护是永远不会长大的。既然一阵一绝，便让他去吧。嗯，那好吧。谢言大哥。可单凭你们两个人，我仍不放心。我心中有一个人，如果他愿意去的话，才可稳操胜券。是否是人称“天不杀我杀，人不连我连”的狂狮绝剑关玉楼？对。 就是我的师兄关玉楼。当年我师父号称刀剑双绝，我学刀法，他学剑法，他对我有成见。如果我去找他的话，他一定拒绝的。为什么呀？陈年旧事，无需再提。总之，我向东，他就向西。 我支持他就反对，谁是我的朋友，他就把他当成敌人。那要是你的敌人呢？当然就是他的朋友喽。那不是跟你抬杠吗？对，他就是这种怪脾气。要是我去找他，他一定不肯帮我们。那怎么办？我希望。 这个方法能行得通。大哥，干啥？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妓院，是真的吗？哼，外地人吧。 这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万花楼是最大的，除了地方最大，姑娘也最多，就是崇二楼也只能排在第二。姑娘真的最多？有多少？大爷，全院120多位姑娘，整个村子加起来也不够我们多呀！你说够不够多呀？哦，真的很多呀！姑娘，我来了。 富丽堂皇，不愧为京城第一妓院。万花楼的姑娘们，可爱又可怜的姑娘们，你们都给我出来，全都给我出来！哎呦，上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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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来
皇师绝剑，关玉楼。啊啊，关玉楼。哎哎，我们这里是万花楼啊，什么关玉楼？你找错地方了。不是找错地方，只是找错对象，对牛弹琴。哎，老板，小人说到晚上才要营业，这人硬闯进来，奴才怎么抓也抓不住他呀。哎，老兄，光天化日闯进万花楼捣乱不成？老兄，请别误会，在下只是来做一件大好事。做好事还分白天黑夜吗？哎，看来是等不到晚上，现在就要来快活快活的冤大头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当然可以了。大官人的好事也是我们万花楼的大好事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楼上拿好茶好酒招待大官人。来来来，哎，大官人，这些酒菜可以吧？啊，少废话，叫姑娘出来。不知大官人想叫我们哪一位姑娘出来做好事啊？哎哎，在下这件大好事不是跟一位姑娘做，而是跟所有姑娘做。所有姑娘，不错。哎呦，这位官人，我们上上下下有120位姑娘啊。有多少我全要。哎呀，你一定是一位大豪客。大官人，大官人，哎呀，快来快来，快下来下来，叫出来。哈哈哈哈。
场面真的很大。大官人呐、啊，大官人，哎，你看啊，哎，一共是13472两。所有的姑娘全都跟我走。哎，走啊，大爷，走，大爷，哎，大爷，内堂在楼上啊。啊，对，在楼上，进内堂干嘛？大爷不是要办大好事吗？我的大好事就是要带这些姑娘们重过新生。想为姑娘们赎身，有银两吗？当然有，但不给你。那怎么赎身呢？叫你们无条件全都放走。哎哎哎，原来是捣乱的。老板不要动气，在下这样做对你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在下因思念一个人，但那个人又不理会在下，所以在下向天起誓，每天做一件好事，每月干一件大好事来积福，希望能够感动上天，令他回到在下怀中。所以在下选中了万花楼，希望你们两位老板成全。在下能够积福之余，两位老板也因而积下了阴德，这岂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吗？哼，没了姑娘我们怎么过活？是你不积阴德。哎，不用再跟他啰嗦了，这龟蛋根本就是来捣乱的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我在这里。这人会妖法，他是妖精。快快快！哪有那么多妖精，只是一点街头小把戏而已。哎，滚！滚！所有的人都出来呀！到你们了。狂鸣心已倦，美儿与共鸳鸯眠。枫桥夜市英雄泪，如今相隔谁人怜。靖州，你可知玉楼有多么想念你？疯了！还是一个很厉害的疯子！哎，快快跑！哎呀，大侠饶命啊！你要带姑娘走，请随便吧，不要杀小人就是了。就是带走吧。还要赎金吗？哎呦，哪敢！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对，快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谢大侠，快走，快，谢，谢大爷。出来，全都给我出来了，快点出来！有我关玉楼在此，没人敢欺负你们，你们也不用担心安全。我们不是担心安全，而是担心踏出这个门槛很快便会被活活饿死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少姐妹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就是懂得只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去服侍男人，根本不懂得其他谋生技能。要是到了外头，我们什么也干不了，让我们走，不就是等于要我们白白饿死吗？对呀。再说了，这里高床软枕，好吃好住，外面一定不比这里好啊！真是。对，我们不能走，不走，不会走的，我才不走呢！是不是？我可不想被走。这边没想到这一点，看来这好事不那么容易做的。走啊！怎么办？走啊！啊，有办法了。说可以令姐妹们重获新生的办法就是这个呀。不错。这织布房呢是我买给大家的，织布是女人的天职，只要是女儿家也一定懂得织布，所以对你们来说
应该没有任何困难，只要大家勤奋一点，总能够自给自足。生活有了着落，大家就不需要看别人脸色，遭人白眼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便可以重拾做人的尊严，重获新生。来来来来，快动手，莫迟疑。干嘛不在万花楼改了这里织布从良了？哪里啊，都是那个半疯不傻又把我们带到这里，说什么要我们自食其力。小红只干了一会儿，你看手都破了。疼啊！哎呀，疼死了。小红手疼，我的心更疼啊。张大爷，马老板已经不敢再返万花楼了，小红再也没地方去了，你就带小红走吧。小红愿做你第28位妾室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！统统跟我走啊！谁也不能走！这是干什么？你们都不要吵了，放了你们，我岂不是做不了一件大好事？办好事儿也得适得其法呀。是谁？凤来仪。艳名满京城，重二楼的凤来仪。正是。好极了，能让凤来仪从良归隐，也算是件大好事。来，小女子不是来跟你学织布的，我是刚好路过，想教你怎么做好事。教我怎么做好事？哼，我想教你怎样让这些姐妹们重获新生。本店新开张七妹凡会部满12年，无论是胭脂水粉、绸缎刺绣，都可以获得本店姑娘亲自指导装扮之道。各位请多多惠顾，来，请各位。来，这胭脂在哪儿买的？哟，全脱掉了。我们爱美站的就大大不同，不管风吹雨打也不会脱色、变色、失色，而且啊还能给脸蛋儿补充充足的水分，皮肤看起来更加柔嫩细滑。看，我用的就是一级的水粉，哎，真的很滑的吧？给你看一下我们的一级水粉，可以试用，满意才买啊。小姐，你的口红颜色很古怪耶，你的颜色不如我们的口红好，你呀不如试试我们的口红。来来来来，跟我来。别听着，这水呀真的很饱满，樱桃小口，快走。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我也记住。果然做得有声有色。要办好事，要助人，也得因人而异，适得其法。他们只会涂脂抹粉，只懂得抓住男人的心，适宜找一些他们能做、有兴趣干的事，他们才能做得好，他们才能够自给自足。想不到来意姑娘不单美艳，还很聪明。哎呦，关大侠可过奖了，来意不过是懂得一点女儿家的心事而已。可以入正题了吧？你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了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你这女子绝不简单。何以见得？哼，一般人走起路来步履笨重，而来仪姑娘则步伐轻盈。普通人呼吸浓重浑浊，而习武之人则气息平稳深长，
再说刚才我抓着你手时，已经探过你的脉门，武功越高的人心脉会越是柔和，且若有若无。你就属于武功不弱的人。试问，拥有一身武功的美女，又怎么会甘心当一个青楼名妓？你一定不简单。真不愧为狂诗绝剑的关玉楼啊！快入正题吧，玉楼还要赶着做好事积阴德。好啊，来以此行就是教你做一些真正的大好事。此话何意？你现在所做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算不上什么大事。真正的大事是要为国为民。如何为国为民？加入豪侠。豪侠是一个民间组织，是前朝六位元老所创立的，目的呢，就是要对抗朝中以秦桧为首的一群奸臣，保护正义之事。你们为何会选中玉楼？关大哥武功独步天下，有你的加入，豪侠实力便会大增。你们凭什么信我？我怕玉楼会出卖你们。人生就像是一场赌博，再说要是你出卖了我们，那便是做了一件天下最坏的大事，你便不能积福，愿望也就不能达成。真有你的，竟能看出玉楼死穴。各位大人，蓝姨已把关玉楼带来了。果然一派高手气度，故作神秘，实乃是藏头露尾，不过又带几分庄严，不失气派，果然有一派忠臣气度。关大侠，别对各位大人狂言乱语好不好？关某只是实话实说。由他吧，人不轻狂便不是关玉楼嘛。这话说得对极了，你们的意思凤来仪已经跟我说得清清楚楚，不过我关玉楼生性爱自由，不喜欢受束缚，更不喜欢受一些老头指指点点，所以我不会加入。那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也不需要任何解释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严铁心，师兄，很久不见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豪侠的头，当然会在这里。你是豪侠的头？你休想！你又点我校学！我不点你校学怎么脱身呢？干嘛找这个疯子来？这是六位元老的意思，请关大侠加入豪侠，同时可以帮我们查出诸葛超明的下落。大人，不是说过由我担当这个任务吗？你身受重伤，根本不能胜任。即使这样，也可以找其他人代替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。你是害怕我加入以后把事情做得妥妥当当，抢了你的风头。各位元老，我加入豪侠。我反对。我赞成。各位元老，此人生性莽撞，不受人控制，只会坏事。加入豪侠之后，玉楼答应改掉所有的坏习惯。铁心啊，你也听到了吧？看来关大侠是真有诚意，况且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而且我们大家也相信关大侠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既然各位大人执意如此，铁心之友退出豪侠，要挟吗？老大，这何必呢？铁心只是为了大家着想，我实在无法与此人共事。铁心，你要是这样，大家唯有尊重你的决定。啊，好好回去养伤吧。原来因为铁心伤了。太弱留强是人间定律，只怪你自己学艺不精。关玉楼，这是豪侠令，从今天开始你便是豪侠的一份子了。明天你便与风衣镇杀手平常出发，找寻神火飞鸦的发明人诸葛超明。请放心，六位元老，我关玉楼答应你们，此事一定办得妥妥当当。佳琪啊，
你生前呢，使惯用惯，没1000两银子过不了一天的。现在你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了。佳琪，这套袖中剑呢，是你师公所创，并定下条规，只能传授给徒儿。可在你生前，师父一直没机会倾囊相授。今天了解你的心愿。凤仪镇，我们走吧。啊，留下。嗯，严大哥这套剑法，只传给徒弟，我们身为外人，不方便看。留下来吧。你是佳琪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就由你带他看、带他学吧。这怎么可以？你平时那么机灵，干嘛现在比猪还笨啊？严大哥的意思是呢，把你当成徒儿取代佳琪呀。这是真的。要当我的徒弟，便要学会不要明知故问，否则搞得我心烦气躁，便会改变初衷。谢师父。你们师徒慢慢聊吧，我先回避一下。你也不用走。也收我为徒啊？以你的天分，给你看一次，也知道你永远学不会，看看又何妨？过奖过奖。看清楚了。袖中剑的精髓，就是用剑神速，攻其不备。看清楚了，师傅，你走了几步？你呢？有没有看清楚？师傅，你还没有动刀，我没看清。看任何问题，不光是只有一个角度。严大哥说的没错，换个角度看呢，夕阳似乎真的不一样。我也曾教导过佳琪，可惜他没机会学了。一阵一定不负师父所望，尽得师父真传，当一个出色的豪侠。嗯，其实这次任务师父本不想你去，因为实在太危险。其实师父是害怕一阵重蹈佳琪覆辙，会遇到不幸吧。师父放心，一阵一定会小心行事。不光是小心啊，不过有平常和你大师伯与你一起，为师也应该放心了。那当然了，平常武功高强，还有严大哥的师兄，武功也弱不到哪儿去啊，有他们跟他在一起去，一定会逢凶化吉的。平常武功高强，也很机智。一阵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好好学习。一阵知道。但有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记住。你千万不要在你大师伯面前提起我，更不能让他知道我在用激将法，否则他翻起脸来，会干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到时候我也制止不了他。平常大哥和严大哥联起手来也不可以。你大师伯的武功究竟有多高，我到现在也说不准。而且他这个人率性而为，性情飘忽，要制服他谈何容易。那么说，便是再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大师伯吗？那也不是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你师公，可是他十多年前已驾鹤西去。另外一个已经不理世事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他。大师伯为什么会如此痛恨你呢？
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不理世事的人。那个可以驾驭大师伯，但又不理世事的人是？那人叫静茹，其实她是我们的师妹。我跟师兄自少便一起跟随师父柳天蚕学武。师父是世间少有的武学奇才，可以同时运刀使剑，俨如天上神兵，更自创了袖中剑、腋下刀。但他认为，同时能把两种武学运用自如的人，世间再难求，于是传师兄剑法，传我刀法。除了我们师兄弟外，师父还有一个女儿，就是我们的静茹师妹。我们三人情同手足，感情非常好。可是有一天，静茹师妹做了一件事之后，从此师兄弟间的感情便起了变化。师妹虽然不爱舞刀弄剑，可她天赋过人，只要看一眼那种功夫，便能明白那武学之道，并能牢记下来。有一天，她把师父练的袖中剑向我复述一遍，我出于好奇，抱着闹着玩的心情，便耍出袖中剑，却被师父看见。师父不但没有发怒，反而认为我跟他一样，是难得的武学奇才，于是把袖中剑也传授给了我。但后来被师兄知道了，所以师伯便从此恼恨师父。师兄说到底也是一个有胸襟的人，开始他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时地和我切磋武艺，互相指导。不过这一根刺却已埋下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切终于爆发。有一天，静茹师妹竟然向我示爱，原来她已经爱上我了。师兄，来吃点心啦。啊，怎么又是这些啊？不一样的嘛，尝尝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师兄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的妻子会是什么模样的？还会有什么模样？还不是有眼耳口鼻，两只手两条腿，难道还会有尾巴吗？喂，人家是认真的。我知道，我没想过。可是静荣想过了。要听吗？不听行不行？不行。你要是不听的话，从此啊就没点心吃了。好好好，你说我听。静荣想过了，将来我的丈夫一定要跟师兄一模一样。哎，师兄，师兄没事吧？就是傻子，都知道那句话是向你示爱的，严大哥不会不明白吧？我当然明白。那你当时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我当时已心系香香，所以唯一可做的便是逃。喂，师兄。自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才知道师兄喜欢师妹，也是那一天开始，师兄开始恨我。师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知道去哪了，帮我找找好不好？大师兄，我自己去。师兄，你干嘛？干嘛不使出你的袖中剑，看看谁的强？你们都给我停下来！大师兄，你疯了吗？没错，我是疯了。要不然，我也不会把你当成好兄弟，让你偷学了袖中剑，去讨好师父，让师父把绝剑也向你倾囊相授，让你刀剑双绝。但是，你更让我可恨的是，你竟然把我的静茹师妹也夺去了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
自此以后，师兄三天两头便找我比武，好像非要拼个你死我活。呀！你替我效学。你们之间的恶斗都是因我而起的，静容没办法改变青木二师兄的心，转而投放到大师兄身上，二师兄也没办法转而喜欢静容，这个结只会越结越死。静容有见及此，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出家为尼，这样大师兄便不用妒忌，二师兄也不用再为难了。师妹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师妹，再见了，两位师兄。有缘，来生大家再做一家人吧。颜铁心，以后你走东，我便走西，谁是你的朋友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师父一直都不明白，师妹和师兄为什么突然走了。我一直瞒着师父，直到师父去世，我也对自己发誓，从此以后不再用剑。高飞，爱上。